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到 Medify League 咩咩设计联盟。我是呆锅，我是小杨，我是阿哲。然后今天的控制者是小杨我。然后因为上一次说，就是因为阿哲去日本旅行了，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都没有拍。然后现在我们回来了，我们帮大家复习一下上次的内容。对，我们材质包有换的。材质包是最近阿哲新换的。然后是就是在这个地图绕了很久，都没有找到任何东西。然后我没有在那个会议室那边有看到东西。好，等一下，先把座地方。会议室，然后等一下，难度调和平衡，忘记了，难怪。不要拿打火石，等一下这房子烧掉。打火石。上次我们已经到上面的会议室，已经看过那个我们找到的一个东西，就是伸手之后的赢家。哦，对，伸手在这边已经拿了，就是房黑曜石，对，地狱石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上一次的内容。耶，其实我都忘记了，对啊，太久了。然后那个，我记得有那个些人就是那个成就有一个叫苹果的，对，好像是吧？你干嘛烧掉？从哪边看到的？我从八号上面好像看到一个。等下整件烧掉！你干嘛烧？不行啊，这是旁边会烧掉。这是羊毛吧？这是羊毛你干嘛？这是羊毛这是雪啊？真假？猜是因为不知道换了材质包感觉很怪。上次啊对，上次是熊没错。然后我们现在只剩这边了，所以我们有什么呢？尿，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可以看，奇怪的状态。哎呦，一开始就卡关，结果我上次就卡了，是因为卡关才被迫暂停吗？是的，啊，那你们都进不去这一条关，卡门了，卡门了，上完了吗？有，好危险啊！最后一棵树，把树烧掉是吗？给到苹果。苹果不是几率吗？烧掉会有苹果，不要打掉。你在搞什么鬼？烧毁的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错了。你错了，你彻底的错了。好吧，我错了。你要负责。有树苗树苗是什么？你没发现那两棵烧掉的树连树苗都没有？对哈。所以你现在是在干嘛？我现在只保有两颗。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植树节快乐，就这样。植树节最好现在啦。你不要烧学校，我跟你讲。烧学校？你现在干嘛就该烧了？学校烧光光最好。对啊，那个校长，对，哦对，记起来那个标准。校长赔一堆钱。校长赔一堆钱。啊，还是这里。然后那个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三个在一起才拍呢？那是因为设备不足的，设备不够好。对，我觉得一个人拍配备不够好，还好啦。所以我们暂时只能三个人拍。对，画都变，画都变成一个。我们现在有什么东西？现在你说哪一种？所有东西。就是现在我们有水平。水瓶是那个从那个外面工厂那边的，然后还有开机关嘛？开在哪？刚就不知道，那个机关不知道在哪。到底在哪里呀？好吧，有没有人去查过八号吗？没有。在卡关的话就查吧。我没有看秘籍。所以呢？所以草。喂，为什么会有？对，那个草是怎样？那个草有透明效果。还是你？到底在哪里？管烧树。不要啊！你在干嘛？啊！那什么？啊！地狱石。啊！你什么时候到地狱？拿回来吧。拿回来啊！超蠢的，手残。
地址是哪里拿到的？就是岩浆那边，就是岩浆上去那个会议室。哦，那是拿地址。你刚才那个烧树啦，烧树。我记得游戏规则没有什么能烧树。他说东西只能用烧的，东西只能用烧的，不可以用手破坏。对。哦，对。你们还差几个？看老师啊，问老师。那老师还在吗？还在啊，老师应该骨头断掉了。老师到底要我们干嘛？我忘记了。上次我好像先走。对，上次你先走。上次待过先走是不是？虽然上次到底进不到什么程度。我觉得你再换我要倒了。又要倒了。又倒了。哦。啊，老师找到了，我刚才绕到这边。老师你来帮我。我吓到了。哦，我想起来小房间。还缺什么？可以点个灯啊。没有，这个是铁矿，这个是煤矿，这个是青金石、红石。所以已经差青金石跟红石，只是我们不知道什么。所以剩下什么？铁矿、煤矿、青金石。青金石跟红石。对，青金石跟红石。更好吃。对，该不会这个？我们需要救援了。缺每一个都。好，我们先暂停。对，因为卡关太久了，暂停。我们去找一下秘籍。等一下见。对对对，好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回来喽。因为刚才我们去巴哈看一下作者上面的提示，就是厕所注意，还有桌子注意，最后是树上注意。我们刚才已经有把树烧掉了，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做应该是对的。所以刚把树上的宝箱也放。对，树上的宝箱。没有，树上宝箱是这个，已经找过了。另外一个呢？是树上注意我没看。真假？树上有宝箱啊？有，上次我们。然后你们还找过，我怎么又忘记？对啊，他有说过可以烧树。说东西只能用烧的。东西只能用烧的。所以他只能藏树上，不可以藏地板上。诶、欸，雪可以烧吗？雪不行。啊，不行，我用烧的。哦。你这样吧，我用敲的烧。然后你在上楼上不是也有装饰？楼上有装饰，对，可是上面有好像最后里面那一个。在树上注意，它只会藏一个地方啊。下一个桌上注意。对哈、哦，它只会藏一个地方，它不会藏同样的东西。然后桌上注意，哪个桌子猜猜看嘛？桌上吗？桌上吗？桌子注意，桌上桌上，他说桌上桌子吧。搞不好有一个桌子是那个讲桌啦，讲桌讲桌。讲桌应该没事，讲桌也是那个踏板。嗯，哦对，这样有可能。这样很爽吗？不爽。这样很爽吗？两格跳耶、yeah ！我觉得这样更好。没有找到，我们来看讲桌。讲桌是吗？不是啊，不是啊、哦，不是。很遗憾的，没有找到。不过还下一是有一大堆桌子。刚刚那一间有看过了吗？这间有跳过了吗？没有了，我们跳一间而已。机超差。哎、欸、耶！三连关。再来。对。欸、找到了！我想到，这样，等一下，这样，在哪里？欸、应该第一个吧？哎，反正有声音就是有声音了。反正刚刚就有声音，没有关门的声音。继续慢慢掉。刚有了啦。找到了，欸、就在这里。这里哪里？哪里？把东西放着。对哦。哎、欸，找到了！久违啊！红石矿，呀！我带去厕所注意嘛，等下去厕所，厕所找。你记得厕所应该可以开洞，厕所就这里。呀呀呀！找到了红石矿、哦，等下去是一起放吗？等下一起放。这边最好是厕所，哦，这是厕所，手是麻烦。等下不是有红石矿要放进去吗？对。放一个小房间里面吗？你们不得看桌吗？应该不是这个厕所。先放红石矿了。红石矿好。点了之后又要找半天。还是说我们之前就已经去过厕所了？
射手我们蓝队啊，另外一间。哦，其实放完那个红实况，应该时间就差不多了。对啊，时间差不多。对，我们第一集拍才40几分钟，我觉得很糟糕。没耐心的人一定，不行这样。有啊。出现了吗？哦，对，上次那个第一集出现了吗？第四集烧掉。没有啦，你先把那个东西什么给我。奇怪的吗？我现在不是。你要敲起多久啊？哈哈，敲到电视机坏掉了。电视怎么好？继续，我们直接放红石吧。你再敲我的电脑就坏了。对，不能坏。红石后面呢？呀，不对，那是老师吗？老师在这里啊。脑袋坏了，够机想烧坏脑袋。不是电视坏，就是那个带多脑袋。拿到了，给他。你看，这个太可怕了，可怕的大师。放回去。在这里。先进。好了。耶、yeah ！好，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，所以我们下一集拍青金石。好，我们先暂停喽。不是，我们先下一集再见。拜拜。